如果世间议员继续留在议会，我就给大家更多的金句。但我想重点不在金句，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市政做好。你感性支持游淑慧，理性支持李彦秀。其实党部都有提名的办法，那初选也都有初选的程序。我想最重要就是提名之后，大家团结并进，赢得胜选。是啊，你刚刚的回答蛮理性的，所以理性的成分比较多一点。因为之前在费心下台的时候，有找他们来就是聊聊，那这一次港湖是不是也会先跟他们来做一些沟通？其实最重要就是大家共同目标，赢得胜选。那现在都只是一个过程，也就是各区我们在进行相关的提名，提名相关的办法当然就包括党部要进行沟通协调，以及后续如果需要初选相关的作业，我想党部都会来进行。那我们的角色就是希望能够促进团结，而且最重要要能打赢胜选。